吧，一問一答，自我介紹，係咁開始啦，準備。你個名叫子瑩，應該點叫你呢？子瑩。咁你係邊方面嘅 Vtuber？ 打機、唱歌、耍廢。幾時生日？3月10。年齡係唔講你知。性別係女性。身高呢？155到啦。出生地係香港。出名邊度呢？可曼。可曼有啲突然，不過請你模仿下。皮卡丘。喺边度活动 ？YouTube。问候语系 ：Hello。完嗰阵讲啲乜？拜拜。跟住同安系眼镜荧光。直播嘅 tag 系子瑩 live。声沙 tag 咧？应该冇。fans 名咧？萤火虫。中意乜嘢颜色？粉紫色。中意做啲咩咧？打机唱歌。擅长啲乜嘢咧？荡失路。趁住而家同大家表白下。好多谢你哋支持我啊！中意乜嘢食物？芝士味嘅嘢。中意饮啲咩咧？港式奶茶。中意乜嘢漫画？太多啦！中意乜嘢动画？好多！中意乜嘢 game 咧？恐怖 game。中意乜嘢音乐？有故事嘅音乐。唔擅长乜嘢？唔擅长 social。尊敬嘅人系？努力嘅人。你嘅梦想系？自由自在。好啦，而家 freestyle 啦。今次我做呢个其实想玩下噶咋，做得唔系太好，真系唔好意思啊。不过好多谢大家一直支持我嘅人啦，而你哋 keep 住嚟睇我，真系好开心噶，多谢晒。